自从我们独有手感奇的棉花糖液态硅胶壳之后，我们又对薄荷糖保护膜做了全面的升级。你不需要知道这是日本薛孝子的基材，完整四小时的钢化时间，真空等离子工艺、疏油层等等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对于很多有追求同行，这都是必须遵循的底线。但是为了和所有同行不一样，薄荷糖 Pro 用4到5倍于普通钢化膜的打磨时间，最终在2.5毫米的厚度上打磨出了眼睛分得出、手感回不去的 2.5D 弧度。为了保证精度的一致，行业里每1000次才会更换的刀头，在薄荷糖 Pro 的产品线上每100次就必须更换。为了强化 Pro 的定位，我们重新设计了和 iPhone 8顶部相似的长条开孔，以示区分。支持 iPhone 6系和7系的薄荷糖 Pro 只涨价了2元钱，同时扩充了为锐利异类打造的圆滑薄荷糖 Pro 同期上市。大家注意一下，6月27号以24.9块购买普通薄荷糖的用户呢，将享受价保，可以联系我们的400客服进行5元的现金退款。除了好的视频，我希望爱否的配件可以为每一个支持我们的用户打造一个闭着眼睛放心买都不会吃亏的手机保护方案。要说光圈焦段，手机这两年的进步可以说是飞快。 iPhone 7 F1.8 的光圈，要说数字和我们手边的单反还真的不小，但是真要真刀真枪的比效果， iPhone 7 F1.8 的背景虚化和 GH4 F6 F7 的虚化效果差不多。 F6.0 的光圈想随手拍虚化人像，那也不是不行，随手拍可劲儿 P 呗。首先你得有个牛逼的摄影师，在极短的时间内为主体拍摄2张照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导入到 Photoshop， 以20年单身手速精准地对比2张照片的物体空间关系，根据物体远近抠出主体，并对背景进行镜头模糊。当然，最后别忘记练习微抠。人人都会的人像 P 图，你也行。所以啊，弥补手机和单反的差距，关键在于摄影师。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将我们的摄影师封印在手机相机模组里。但是很可惜，目前成本还是太高，无法量产，所以啊，很难想象手机厂商究竟是如何在完全没有查克拉的情况下去实现背景虚化的。没有查克拉的世界，基本只能靠科学了。双摄的第一步啊，就是要大致判断物体的距离。已知两颗双摄的光学中心、基线、焦距、主体的光线进入到传感器，与光学中心形成视差，加权两颗摄像头的视差之后，裂痕等式。距离除以基线距离等于焦距除以视差之和，运用这种方式啊，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点距离，绘制出一张深度图。绘制出这样一张深度图需要耗费大量的运算，实时生成的深度分辨率也只有320×240，也就是大约70000像素，相比于手机1200万像素的人像模式成片还差得太远。所以啊，要进一步识别物体的边缘，提高精度，到了这儿就不再是小孔成像和一元方程能搞得定的了，得用上这两年非常洋气的机器学习。机器学的是什么？通过海量的人像照片数据学习判断人像的主体边缘，这可以将刚才70000像素级别的深度信息进一步平滑到768×576像素，也就是440000像素级别，这已经是 iPhone 7 Plus 等很多双摄极限了。剩下的就是根据这张440000像素的深度图对边缘进行处理，模拟不同镜头光圈的自然虚化效果，最终得到一张人像模式的照片。所以啊，人像模式的三个考点分别在判断大致物体的距离的计算时间是否影响体验，精准识别边缘的机器学习算法是否强大，是否会出 bug， 边界的虚化过渡是否自然真实。介绍完了考试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参与本次人像模式46级考试的考生阵容。他头阵的是我们老牌双摄大厂华为家的 P10 爵士，以及迄今为止最好的 iPhone。 考虑到这个迄今的生产日期是2016年，所以为了不欺负国际友人，我们将它更新到了双摄算法更为完善的 iOS 11。然后是国民蓝绿 CP OPPO VIVO 的新品 R11 和 XPlay 6，以及2000元档和1000元档的当红炸子机小米6，3月以后生产的哦，和坚果 Pro。
裁判呢，我们邀请到了爱否的御用摄像机 M43 画幅的相机 GH4。验伤部分啊，为了方便键盘高手和科学家的全程监督，我可以大胆骂，放心夸，验伤环节都先不公布机型，用代号来代替。为了保证评测的严肃性和技术的纯粹性，我们取消掉了所有拍摄妹子的验伤。哎，你们先别关视频啊，虽然没有妹子，但老话说得好，相信美好的事儿总会发生。首先出场的就是我们的后期老周。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评测圈的后期都叫老周。从背景这红高粱和烧刀子酝酿出弯曲抖动的笔触就知道，老周 cosplay 的就是东北梵高。这张的看点啊，倒不是边缘和虚化，而是往往被评测所忽视的镜头焦段带来的差异。在拍摄距离相同的时候啊，一号、五号、六号，因为采用都是广角端进行拍摄，所以主体很小。那55寸的背景都不够用了，所以啊，想要得到正常的人像构图时，需要拉近手机，这就会导致人脸的畸变。以这张东北梵高来看，2号、3号看起来是最为自然的，4号中规中矩，1、5、6梵高就感觉有点睡肿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不拍半身像，这种广角畸变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了。然后是肤色倾向，1号感觉就像喝了2两烧刀子的酒后梵高，3号很自然，2号、4号差点干了起来，一个无比真实，真有点梵高落魄的意味。4号则就感觉上了一层妆，等会儿等着拍婚纱照呢。至于5号、6号，能不能睡醒再过来？这考试呢？哎，接下来我们还是统一成同距离下，手动裁切，方便大家来对比。我很早就觉得我们摄影师的可塑性很强，为了表现他精致的五官，所以这次为他量身定制了这幅戴珍珠耳环的摄影师。这道题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审题。在不手动干预曝光的情况下，我跟你说，只有5号同学认真看了题，拍出了我们想要的大片效果。2号，你撒这么多噪点，我们又不是卖假画的，你可劲儿做什么劲？3号同学，你有什么不满？这种白平衡是帮我们摄影师报仇吗？4号，你又没忍住磨皮了吧？一没留神又把我们摄影师拍出了女孩的感觉。那娱乐之后啊，这幅主体是微信小编，背景为复杂树叶。名为爱否科技公众账号又涨粉了的高分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张比的是双摄最为重要的边缘识别算法。这项算法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你敢不敢把双摄的人像照片发到朋友圈去骗赞。那扣度这一步，一部分解决的是深度识别的精度，一部分取决于机器学习算法能不能正确的连点成面，正确的识别物体边缘。手臂处的边缘识别效果啊，1号树叶都没有分清，直接出局。接着就是6号的小玩家，显然把胳膊当树枝也给抹糊了，记大过一次。2、3、4、5手臂空隙都有微微的露馅，但是发朋友圈只要不遇到臂孔，应该没啥问题。但真要较真儿，3号尤其是4号的手臂边缘处理的最好。2、5还是有点树叶难分难解的毛刺感。面部部分啊，1号和6号别轻言放弃啊。5号一个趔趄也掉了队，2号还算是不错，那3号、4号的表现已经非常棒了。在和现场的相机样张比对之后啊，这6张照片其实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右边的这根栏杆应该是没有那么模糊的。除了16栏杆和胳膊都模糊之外，只有4号的处理是最好的，剩下的都是清晰一截，模糊一截。这一点毕竟太小，不对比不会发现，所以啊，答错并不扣分。这张你知道我在等雨吗？就更难了。经过一轮的调整啊，6号终于找回了自信，对雨伞边缘和面部的抠图都说得过去。1号已经放弃自鸟。伞柄部分啊，其实是属于算法中最难处理的，从主体
延伸到背景的环节。那在几乎所有手机都认为伞是可以悬浮在空中的时候，只有一号仿佛被命运选中站出来说了一句，不，我认得出来，然后以伞为边界左边全部糊掉，最后放一张相机的照片作为参考。我真的只能说光学大光圈真的难以取代。当了这张努力工作男人，班级里面的分化已经很明显了。二号我们拍摄了 N 次都没有开启虚化，那四号三号俨然是全班的第一第二，其次是五号，然后是我们两位坚持到最后的一和六。到了这儿我们几乎就可以下结论了，这张努力玩手机的男人的眼镜部分，五号轮廓最清晰，其次是二三四。按照真实的光学信息啊，镜片里边的折射的背景应该是像三四这样略微虚化的，能做到这一步真的令人惊讶。所以在整个人像环节，四在细节上略好于三，无意义的第一梯队，二好于五，大致属于第二梯队，一和六菜鸡互啄。当然我们也拍摄了一些验毒照，这几家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是一六的照片都可以用。最后一张世界名画网啊，模仿的是我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名作《葫芦娃》。大娃子被蛇精困住时表现出享受不服输的乐观精神，这对我们的化妆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边缘算法的结尾，只能说勉强能看出队形，但是已经全军覆没了。整个边缘算法的环节啊，几部手机中较好的平常发朋友圈真的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单反相机拍摄一张大光圈背景虚化的照片，因为进光量足够大，整张照片的纯净度会非常高，很难看到噪点。手机因为 CMOS 的限制，往往会在这个环节被单反拉开明显的差距。我们所有手机在拍摄前景深模拟时啊，都不会使用光学防抖，因此只要光线稍微不理想，要么就是噪点严重，要么就是涂抹的厉害。所以啊，这张在雨中装帅的男人就暴露出来，哪怕是在白天打一个伞，都能让我们的二号主动帮我们做救。别的手机噪点虽然都好，但还是有涂抹的痕迹。这里面着重要说是第四张，我们作为旁观者觉得这张是美颜了，但是当事人说过这个是我呀，这个肯定是我呀，这都谁啊，这都什么垃圾。至于这张你欠我十块钱，二号已经破罐子破摔，四号人脸曝光最为正常，噪点最少，但是手机宽容度决定了背景的细节都丢失了。如果是按照一般照片对比啊，这肯定是扣分项，但是人像模式本来就是突出主题，所以背景过曝这件事儿还真不好开口骂。其次就是五号，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部手机的夜间素质应该是很好的，而我们的六号连人带噪点都给糊了。我们再到一个大逆光的地铁入口，除开衣服上的噪点，四号简直是吊打在座的所有。我们直接引入裁判机 GH4 吧，在 GH4 自动模式平价色光下，甚至还是不如手机的，但是调整到手动模式，人眼根据主体测光之后呢，就可以一站，而且相机的宽容度优势一下就展现出来了，整个背景的细节保留很多。如果抛开人像模式背景虚化该不该保留细节这个哲学问题，噪点环节四号凭借美颜以及人脸正常曝光的调教倾向，真的是完虐其他所有对手。其次是三五第二阵营，因为二号的存在，一六躺赢到第三梯队。到这里啊，我们差不多要揭晓结果了，一二三四五六分别是谁呢？我们再上最后一组照片，人类之子。作为朝阳许文强来说，服装跟气质都不是问题，最难的是在六月寻找到画中的青苹果。本着用完了最好还能吃，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塑胶模型，直接用香瓜盒。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边揭晓边看拍摄的实际体验和成片率，一号不出意外，其实就是我们最便宜的坚果 Pro， 因为其搭载的高通626内置的 ISP， 性能很慢哦，性能不好，速度是最慢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慢的会影响到使用体验。那他眼中的人类之子是这样的，二号噪点狂魔其实 iPhone 7 Plus。更新的 iOS 11已经在 iOS 10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帧降噪，为此还影响到了成片时间，但是依然噪点很差哦，不，很感人。不过这张人类之子是这样的，还行。那三号在边缘识别属于第一梯队，其实就是我们的小米6。除了白平衡问题之外啊，小米的综合效果都是要好于 iPhone 7 Plus 的，这波相当稳。那四号在这个测光和噪点环节血虐全场的，其实 OPPO R11。
拍摄过程非常好的说明了为什么 R11 的曝光会远超其他手机。当苹果不挡人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真苹果，它是唯一一部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曝光的。那当苹果遮住人脸时啊，影响到人脸识别，就有一定几率跟其他手机一样曝光错误。而基础算法上 ，OPPO R11 也是非常意外的和小米6稳稳地站在了第一梯队。五号手机则是华为 P10。那在带珍珠的摄影师环节啊 ，P10 的色彩调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在基础边缘识别不仅无法和 OPPO、小米并肩，也的确是落后于苹果的。而最后一步则是我们柔光自拍的 vivo， 可以说这明显是算法没有到位的表现。对于这个价位的产品来说，表现真的让我不敢直视彭于晏了。整个拍照过程中，除了坚果因为 SP 太弱慢到难以忍受，华为把合成运算放在了后台，不会影响到下一张拍摄之外，其他各家的差别并不大。反而是成片率环节，在这张继续努力玩手机的男人中，只要主体稍微偏离了画面中心，就会变成前景模糊。我们拍摄了14张，华为只有2张勉强能用。 OPPO R11 由于激进的曝光和美颜算法加持，几乎是每一张照片都可用的。那小米在某些场景下需要你手动的干预曝光， iPhone 会在自己觉得处理不好当前场景，比如说照度太低、主体距离太近或者太远时呢，直接禁用掉虚化功能。坚果 Pro 和 Vivo 成片率几乎为零，如果你不吹双摄，我们还是好朋友。整个双摄的 PK 下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那在我意料之中的是，目前很多的双摄已经到了一个发朋友圈完全可用的地步。那甚至我自己的相册中，但凡有人的都是人像模式。而出乎我意料的是 ，OPPO 和小米他们的人像方案已经将老牌华为还有苹果甩在身后了。这不仅是高通自家算法，可能两家的确在边缘识别的机器学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在噪点、观感、体验部分 ，OPPO 的一骑绝尘，甚至让我感觉。我花了这么多钱去 cosplay， 又给不缺广告的 OPPO 送了助攻，很挫败。所以啊，我们也决定将此次全部照片以及拍摄过程中的全部废片上传到了 iPhone 科技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双摄 PK 就可以下载原片。整个双摄的评测对于我们自己有几点启示。一方面啊，我们更加确定了引入了人像模式的双摄可以给我们更多扔掉相机或者单反的理由。那在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了小尺寸手机 CMOS 的感光能力以及宽容度上仍然不够的缺点。而在软件调教端，当华为不再强调白平衡准、色彩真实，而引入徕卡带来受人追捧的调色，当我们的微信小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 OPPO 拍摄的更像自己时啊，手机拍摄接下来的眼睛方向究竟是一张真实留有后期空间的照片较好，还是一张磨了皮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的照片才较好呢？转发本视频的微博说出你的看法，我们将会送出一条 Beast X 耳机。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双摄的一些技术细节，包括前不久我们的有站男主播直播双摄时突然中断的问题啊，我们都已经以图文的形式发表在了我们公众账号的认真系列，回复认真双摄，你就应该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